你认为的太极或许是这样的，但这个认识或许是片面的。太极拳起源于元明时期，是以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，依据祖传拳术吸引民间优秀拳种之精华，结合中医经络学、导引术、吐纳术形成的传统拳术。太极拳始祖为了保卫桑梓不受盗匪危害，设立武学社，传授子孙习拳练武。清朝年间，陈氏太极拳宗师凭借一身武艺，只身闯玉带山，为清廷平定盗匪立下战功。所以太极原本是拥有极强杀伤力的武功，只是当热兵器取代冷兵器，太极拳已失去了在战场上的用途。清末太极宗师杨露禅进京担任骑营教官，因骑营兵士皆为八旗子弟，身体羸弱，于是将太极简化教之，由此太极的强身健体、修身养性之功效日渐，临阵对敌、攻击斗狠之效示威。为了太极正宗一脉的传承，拥有正宗太极功夫的一支刻意隐于世外而流传下来。不是现在，不是过去，也不在我们身边，有一所神奇的学校 CMFU， 又称云起大学。风飘飘将要入学的就是这所神奇的学校。都卯时了还不起床，别忘了今天是你参加 CMFU 入学考的重要日子。不是在七点吗？再睡会儿。哎呀，快起床啦！谢谢。太极之道，在乎阴阳，阴阳平衡，虚实相生。爷爷，看招！嘿，哎、我厉不厉害？还是渣啊！这还渣？哎。嘿，你今天不是有重要事要做吗？呀，我要迟到了。那还不快去？哎，花，爷爷我先走了。哎，快去。兄弟，不是你好，同学，我问一下上山学院怎么走？左边还是右边？哦，谢谢啊。哎呦，哎，真是个好人。来过，指路的人呢？哦，这样的话要赶紧去学院面试，要迟到了算，走右边试试。谁的书单？文心雕龙。魏楚，哎，
这不是上香文学院的标志吗？莫非是入学的必备书单？先收起来，回头再照着买。哎，不管不管了，今天一定不能迟到。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是有一个好消息，向大家宣布，我们的学生会长魏楚已经回到了学校。魏楚，那个尹派魏氏太极传承人，太极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，当年他代表 CMFU 太极星赢得了全国武道大会的冠军，可后来不知为何突然从学校消失，时隔一年半又回来了，太极星终于要重振旗鼓了吧？接下来。他将重新负责学生会的工作，两周后他将开始参加例会。校长，魏楚已经休学一年半了，学校各部门的情况他一点都不了解，更何况学生会这段时间都是由白海洋会长负责的，现在突然更换其他人有点不太合适了。校长你放心，我会全力帮助魏楚的，以他的能力肯定不是问题。对，海洋，你多协助魏楚，大家也辛苦了，散会。白会长，不，应该叫白副会长才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只是怕你对我有所误会。误会我好像是一直在跟你处处作对似的，但其实我是一直想跟白副会长做朋友来着。魏楚已经一年多没有消息了，太极系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太极系。您回来的那个魏楚也不是当初的那个魏楚了吧？魏楚是不会变的，我相信他和我一样，身体流淌的是太极传承的血脉。他身为尹派魏家的传承人，责任重大。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魏楚还是那个魏楚。白副会长果真是个单纯的。魏楚，一年多不见了。刚校长说你回来，我还以为我听错了。嗯。你还是没有变，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。如果没事的话，请回吧。我在研究棋路。再和我下一盘吧。你为什么要转系啊？下下棋，静静心，挺好的。都是因为我们，你才变成这个样子。并不是非要练武才能活。我现在，不是挺好的吗？魏楚，你之前可是视太极为生命的人。我一直以为你可以放弃生命。都不会放弃太极，放弃练武。世事难料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找一个可以医治好你的人。算了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吧。在我这儿过不去。
距离上次的治疗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月，你身上的各处骨骼恢复的情况并不明显，尤其是这两个地方，它压迫着你的神经。听医生的话，积极配合治疗，以后站起来走路都不是问题，练武功就别想欣荣。哀家，你来看这幅画。画面清冷寂静，意境悠长，实在是一幅难得的佳作呀。这幅画的确是上佳之作，可是你相信吗？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个大一的新生，名字是叫风飘飘。风飘飘，我也听说他很有才华，入学考试拿来的那幅画作，书画系老师都想疯了。这幅画好眼熟啊。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飘飘，你这幅画。我的画，你看那个韵笔。完了完了，这是爷爷的画，我说这么眼熟呢，我那天好像拿错了。学校不会因为爷爷的画才录取的我吧？是风飘飘学妹吧？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，这幅画真的是你画的吗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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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幅画确实相当的完美，可是以你的年纪，画中的意境未免太过沧桑了，我觉得不大可能。当然不可能。我们不能以貌取人，我们学习书画，持其志，勿抱其器，谨于言而慎于行。但是书画这个天赋啊，天赋是一种感觉，只能感受而没办法察觉，明白？可是孔老师，这幅画隔高一远，如果说没有一定的阅历，只凭天赋，他怎么能做到呢？画有时候不要想太多，啊。可是孔老师，这哀家，风飘飘学妹，你创作的这幅画的确是上等之作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向你请教一下，你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，不管了，内心想先过这一关，为什么会用这种？你不要再说了。实不相瞒，其实这幅画中的老人正是我的祖爷爷。看起他，我就想起小的时候他带着我。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想我先走了。用情至深啊，画画就是要用感情。你是我们书画学院最优秀的学生，老师一定没用，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飘飘在你之上，加油。
飘飘，也太会装了。孔老师也是，怎么那么偏袒他？哎呀，我是笨猪嘛，入学考试就拿错画，我也不想，可这都是误会误会。哎，那不是风飘飘吗？淑女就可以不穿校服了吗？好嚣张的心声啊。他们是在说我吗？嗯，算了，笑笑呢？再不走就迟到了。今天新放校服的新闻，这样同学们就知道日常可以自由着装的新校规了。那我们这次的公众号就先这样吧，好吧？算了算了，收工收工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学校放了个魏楚学长回来了。真的？这事我也听说了，听说他可是我们学校最帅的帅哥。你见过吗？没有哎。你见过吗？没有。好像在。潇潇，你去哪儿了？都快上课了。各位同学。人之气质本难变化，唯赏画可改变你的气质。今天老师啊，这个赏画课要赏的是我们一个大学长在1000多年前他所画的一幅巨作。这位大师是什么名字呢？是范闲。你看看他的作品，只有5个字能够形容，就是冲脱泡盖送。因为这幅画作，你像远远远远的看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美得冒泡啊。这幅画是。盖世巨作，我们对于这样的盖世巨作，我们是不是要歌颂一下呢？老师，哎，各位同学，你是不是对这幅画心灵已经触动，有话想说？没有啊，没关系，老师讲解给你听啊。这幅画，哎，等一下，站住，不许动，站好啊。现在可以，快，现在快点快！飘飘啊，你对这幅画的意境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快什么？快！快！马加鞭的就有感觉了，你看看，我有感觉了，有，现在就有感觉了。那个老师，来，老师，我们这也不说话，来，我慢慢跟你讲。对，感觉，你说这个感觉来的也是快啊。我刚刚那个等一下呢，跟这幅画有异曲同工之处，他做到了人画合一呀。很好，就坐，飘飘，仿佛你就在这个幅画里面，从这里飘过来，又从那里飘过来。吓死我了！挺能说啊，说好多啊，我都快累死了，你能不能别总迟到了啊？这都是为了编辑社的伟大事业。你们编辑社好奇心太强，看不起人。我们都是职业的，正经的。CMF 有伟大编辑社专业记者，给你看个东西，厉害的东西。把他吓的。啥呀？宣传栏上面那人，哪有人啊？消失1年多，最神秘最帅的那个学长回来了。最帅的？暗恋我？1、2、3、4、5 ，I stay you， 我是金城武，我勇敢的跟师生恋说不。好，上课啊。反正他刚准会围棋系就被提前定为上香公子了。我这个真的没发生过哎，上香公子因为都不是一般人，你看张璇、陈长生哪个不是风流倜傥又有才，还每个都特别厉害，但是好像这个人就很一般，只是长得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叫什么呀？魏楚，听过吗？谁？魏楚没听过。魏楚，啊，魏楚。所以你之前已经见过魏楚了，捡到了他的书单，结果别人以为那个书单是你的，你就只能一直装淑女。
就是这样，搞得我在学校被各种人指手画脚，做什么都被人盯着。我本来只想做一个小透明。其实吧，你就可以告诉大家，这就是个误会，你就不用装了嘛。如果我淑女的事情被拆穿，那我拿错画的事情也很可能被人拆穿，我不会被开除吧？算了，我们去吃饭。哼，吃饭。吃不起，哼，姐姐，太多了，我饿死了，哼，先大吃一顿。你说你好好一个人，平时装淑女，累着，你以为我想？是不是风飘飘啊？哎，是他吗？不过他怎么吃这么多啊？还是淑女，吃那么多也不怕长胖。哎呀，一进来就看到他吃那么多。都是你的，都给你吃了。那你呢？我。再见。幸福的味道，肉的味道。就这，饿吗？饿着也比被开除好，就当减肥了。喂，孔老师。什么画？飘飘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今天布展结束之后，同学们在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的画给弄破了，我也很生气啊。可是这样好不好？离画展还有3天，你可不可以画一幅一模一样的？完了完了，就算我能画也达不到爷爷这水平啊。孔老师你知道吗，就是绘画的时候是很需要心境的，我没有当时那个心境，我就很难达到这个水平。对，我老糊涂了。对，画是要心境。要不然这样好不好，你家里面有没有以前你画的跟这张差不多的，你拿过来，要不然这第一名的没有展出的话，我很难跟院长交代的。老师求你了，啊！行，那我回去找找。那就对了，谢谢你啊，太可惜了。这么好的画，你当玩戳戳乐？里面有什么奖品吗？哎。天，我上哪儿去画一幅跟爷爷一样水平画呀？哎，如果我直接跟老师坦白画的事儿呢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肯定被开除了。我之前准备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进这所学校，我怎么能拿到画呢？就怪那个魏楚，他书单是不是下了蛊啊？也不能因为我带了一堆破古书入学，就非得说我是淑女。我做什么都不对，爷爷的画又被弄坏了，我怎么向爷爷和大家交代啊？难道我的学院生涯就这么悲催，这么悲催的开始了？你在干嘛呢？你这样脑子会爆掉的。我真的要爆掉了。
哎呦，你爆掉什么呀？我才爆掉了！你中午给我吃那么多东西，我都吃光了，你又不拦我，哎呦！好想找爷爷帮忙啊，可是学校有门禁，要周末才能回家。哎，门禁？哼，相信你们已经听说魏楚回来了。本来太极系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没想到魏楚偏偏挑这个时候回来。我不允许我的计划有任何闪失，你们懂吗？懂。放心吧，队长，废除太极系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好，我们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魏楚，但是我听说他已经没了功夫，成了一个废人。今天晚上你们就去探探他的虚实，如果他真的成为一个废人，那就给他点颜色，也让他这个曾经趾高气扬的学生会会长也尝尝失败的滋味。放心吧，队长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去吧。我真的是最人呢？门禁算什么？魏楚，好久不见，我们找你讨教来了。魏楚，今天不会对你客气。别打脸！什么呀？耍花样！打！是警察，走！魏楚，你个小人，竟然报警！别怕，有我在。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算了，不用谢我。我有让你帮忙吗？你，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会有警察？骗小孩的把戏都用完了。躲在我身后干嘛？出来！别说话。都是江湖中人，各让一步呗。还蒙面女侠呀！我告诉你们，一个我能打，两个我照打。太极，刚才是我脚崴了，再来。
没事吧？可恶！给我打！ 我得赶紧回家取货。你扯坏我的衬衫怎么算？赔你，我家有。给，我家就这么一件适合你的，拿来穿吧。给你。CMF 裁缝学院什么时候允许学生在门第时间里外出的？我不是裁缝学院的学生。 哪个学院都不行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赶快走！怪不得人家打你，要我找十个人打你。爷爷，坐这儿啊。对，我有个事儿问你。那个小男孩是谁？什么小男孩？谁也不是。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说我？你为什么说我太极功渣呀？你的动作就是很渣呀，跟别人动手了。嗯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是跟人家动手了，但是我是见义勇为。以武止戈。 止戈为武，太极之用不是叫你出去打架的。听不懂。说吧，对方有几个人呢？有七个人。哎，转移话题，你为什么说我渣？没转移话题，我说你渣就是渣嘛。我打败了七个人，你还说我渣？我问你。 你用的是什么招式啊？我用的可是翻篮锤、太极摸眉。你看，就是渣嘛。不渣，我这个没做好，我可以这样一直不放粘贴。真的？嗯。好，那你就站着。哎，爷爷，你看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小男生长得挺帅嘛，啊？什么小男生？ 你这个小男生长得也蛮帅的吗？你，哎，快跟爷爷说说。哎，我再给你练一遍呗。刚刚没做好。好了好了。嗯。no。这才像样嘛。等爷爷告诉你今天是走运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哎，不对啊。 你这大晚上的不是有门禁吗？嗯，当然是因为想你啊。想我？嗯，不可能。不信你，这刚开学，哼，会想我。我说想你就是想你嘛。鬼灵精，说吧，回来到底什么事？嗯，其实也没什么事。 我就是想问问爷爷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得意之作可以来借鉴？啊，我。
就说嘛，哼，最近我做的画为什么少了一幅？我还以为是我老糊涂了呢，原来是让你拿走了。这次回来不是又要我的画吧？爷爷，嗯，就借我用一下吧，我真的是有急事。我给你按摩，给你按摩。啊！哎呀，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，自己去拿吧。啊！我怎么又有这么好的爷爷？爷爷，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爷爷！哟吼！回家取画，应该是文苑书画系的。书画系姓封，难道？永远都是，看，来，另外看炫技吧。好，好，再过去。好，来，